觉得具备面对挑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每天面对非常多新的事物，或甚至新的科技或新的应用，所以我们只有能够面对新的一些挑战，我们才有能力去解决这各式各样的问题。那怎么面对挑战呢？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勇敢的、积极的去面对这些挑战。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大家。第一个呢，看到这些挑战，我觉得想想有没有一些细小的地方可以突破的。只要突破了一点，你事实上会发现说后面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。那第二点呢，我希望也可以建议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常常忘记，其实我们周边有很多的资源哦，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，其实你可能有同事有朋友可以提供你这些的协助，所以呢寻求一些资源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最后一点呢，其实是希望大家不忘记给自己一些赞美，当你做得好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赞美，你就更有勇气去面对新的挑战。